好，三二一，小龙吹拂，三七八。有个很像是刚好他没讲，没讲，这个，可是应该要讲。一句话，麦当劳还我漂浮。害怕吗？吃了会胖哦。对啊。好，可以。不是说你会害怕吗？你跟我说吃了会胖哦。是啊。因为那个，我刚刚同样讲，我刚刚前面嘴角我有抽动一下。时间紧张，我去。好久。好久。你说我在拍？你真的在拍吗？我的眼睛麻烦你了。不许拍。主角。主角，等一下，我是主角，主角，我要一个喷水了。小冉，我弟弟，你可以再打个灯吗？宝宝，他也到小火锅了。耶！然后我们还是一个破镜的师傅。超像，而且很会，而且他屁股好翘。不用并排，只要是前后的一个。哎呀！等一下，我自己都笑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两个。这有笑场。准备。你我听到你的笑声，我就想笑。好了没？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，你要抛弃我？你觉得我把这些放在冰箱的后面？好，好，好，换我。你们两个手对着下来。你们俩，你们俩。干嘛？那蛮累的，好喘。他要跑更累。哎，没有啊，有一些人，有一些人是这么的。好，到我。然后先试一下光。有啦有啦。
他们是我的。我那是亚莎的，是吗？亚莎，对对对，他就换亚亚莎，帮他拿一下。哇，他算好帅。这个画面太奇怪了啦。太奇怪了。这个画面好奇怪啊。摸吧。小腿前侧的肌肉很好。是的，因为我小时候住山下。你们两个画面就是这双腿。男生的腿就是不一样。这双腿是阿宅腿，我刚刚没在运动哎。你知道刚刚小一点点好开心。你们太奇怪了，你要拍多久？对。哎、欸，有人发现我在拍。好羡慕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感恩，谢谢。觉得有一种被信号了。你看这边，我觉得我今天穿的不太一样。上次比较温和，这好像来看过这个动作。这样，三个人的力量。这是因为这边太团长福利啊，阿胜。拍个阿胜，还有个阿胜在拍哟，但是他很臭的话。啊，那也怪。对啊，那个你这个歪眼睛已经就是这样了。啊，对对，你要看一下你的脸吗？你现在在录影吗？没有啊。我看到右上角那个红色点点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装帅，一定要装帅。跟至于我们的交情有快十年了，就是敢这样做。他是吉他，你回来，他是吉他。啊！笑太爽，他有个是他一直要跑的，他一直要跑，一直把他拉回来。他在比这个时候看他跑回来的。他才要失控了，可以了。而且他笑的是那种有骨型笑的，来，你可以收敛一下，不要用有骨的笑。好，冲上去。干嘛？是啊。我刚刚都看完冲上去了，干嘛？我很开心。好了，这一幕可以了。你吗？